世界万行街拢伫咱台湾新疆街。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在前几天发生了一个国文老师对着一空白库工产生了一寡的批评，你认为如何呢？一空白库工是咱爱咱学啥物，终身学习，家己通好扎上去，思维不得甲连体。唔，那是国文学着伊，其他的学科的素养，敢嘛是可以。咱今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界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抢救国文教育联盟执行长李素金李老师，大家好。第二位，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教师吴益忠，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 ，AdUS 项目干事，也是一空白课工第二届学生尤永如。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国教行动联盟项目理事张文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吼大家啦，有一个概念，最近这个争议是啥物呢？也就是一位高中老师开始批评，讲到这个母体课工啊，就是一空白课工。那么一空白课工咯，和国文教育变迁工具化，造成了中文系的出路无遐好。讲呼吁总统候选人爱好好啊思考因的教育政见。一空白课工降低文跟文比例，最近阁引起议论。除了顶礼拜某一个高中国文老师批评课工去中国化，抬掉真济文跟文，像抬掉国言母的人体，予学生袂阁理解体是切切实实的讲哦。以外，顶个月也有退休教授感叹，课工去国文化，牺牲学生的语文养成教育。没有好的语言，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仅仅是国家的能力啊，这就是个人要活下去的一个能力啊。有人。人却强迫我们把它丢掉，这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件事情。前高中国文老师段心怡指出，目前课纲甲国文教学的目标变迁，敢若从基本教育功能变成工具学科，嘛，予中文系学生的出路矮化，更加予真济大学的中文系面临停招。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底蕴，才能他们利用的工具把它发展出来。中文系学生可以把他们的长项，然后发挥在大数据也好，在 AI 也好。教育部是澄清。课工并无甲礼仪人体抬掉，阁有其他新闻有讲到品德。一空白课工的精神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选举伫要到啊，课工的教育目的是毋是嘛拓出其他的争论？值得大家继续关注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他这些新闻大当中吼，其实啊信息量真大，吼真侪老师啊诉求也无同款，有诶讲到要出路啦。有诶，讲着讲话，你唔通啊，干那变作是普通诶语文教学，吼，干那补习班同款，你着爱有素，爱有即个搁较学，搁较好诶即个 artistry， 有通啊欣赏，会当啊，互即个中文系即个老师有出路，唔通降低即个素质，素质甲素养无同款哦，吼，咱稍等下过来讨论。另外话吼，啊，佫是转来讲欧老师吼，伊所讲诶物件，对遮来讲起哦，较袂分散去，嘛四维较有即个焦点，伊讲吼。主要我想要讲的就是讲，伊讲哦，头一个这是去中国化，哦，这头一个；第二个是讲哦，这就是不伦的课纲啊，讲哦，学生不再有机会可以循序渐进去学习每一个生命阶段所要处理的一挂伦理问题，五伦没有了，哦，所以这个课纲啊是一个不伦的课纲，这个意思就是讲爱透过国文的学习。来学习伦理，啊！即我头一个，我来请教着李老师哈。咱你隔壁多少一个公民老师啦哈？伦理的学习是干那会当照着国文来学习，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我相信国文哦，种美妙的啦，我嘛真爱读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吼，奔流到海不复还，吼，君不见哦。这个白目青丝白发，吼，咱嘛放空竹白嘛，讲得真水。我认为我想要请教李老师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讲伦理教育一定要透过国文来学习吗？李老师，
因为国文教育的话，哦，就用孔子的这个话来说的话，他应该是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哦，那一个学生的话，他的中文根底要好的话，必须是这在中学时代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个因为国文的教育，哦，语文、文学、文化本来就是，哦，博学于文，心机有耻，他就是绝对是不只是欣赏，哦，学习这古人的这圣贤经典，也是学习他们的人格影响，哦，这道德教育。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伦理品格有莫大的关系。对，我相信，我相信一定会当学到啦，哈，哦。啊，但是是不是唯一？就是讲，如果无这个国文，就其他拢学袂到。啊，公民老师甲因这社会科，无当我偷食呢，我光白。不是，因为各科有它的首要的基础的作用。那国文是百科之母嘛，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其他科目就学不到。哦，所以老师你的重点是国文是百科之母了。对。哦，啊，就我都会先请教公民老师啊，当国文老师讲这伦理是百科之母啊，您那是咧教伦理的时阵，你甲国文老师的这差别在哪里？伦理袂使用教的，伦理这个物件唔是用教的。这是经过思考以后，咱讲的思辨的阶段。在道德的学问内底，有所谓绝对论跟相对论。我老师的意思就是讲，绝对论就是讲，我国文来教恁伦理，你听我的，这是一个道统，一个规则。但是其实即摆咱看西方的哲学史，其实唔是安尼，应该是道德是多元论，就是讲，因为无同社会，第一无同社会无同的道德观。吼，你有诶国家交无共国家想法无啥共，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物件是一种由内在了解，伊了解代志诶对歹，啊了以后，伊经过伊家己诶思考，伊找出一条伊认为诶合理诶道德诶路。所以这物件毋是讲由上而下甲你讲，你就是爱你听我诶，就是。吴老师，歹势，安尼我来点出来问伊讲，啊，人李老师无得教，伊咧教这个国文的时阵，伊嘛是要甲学生来对话，讲我认为这是好还是歹，安尼可不可以？啊，但是你唔是神，假设讲你是神，你嘛无迄个资格讲什么是对，什么是歹，这就是一个互相。所以你咧教的时阵较无同款。那是多元价值。啊，李老师嘿。好，我想这中庸有说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我们在国文教育不是说我今天我这个我们读到这些圣贤经典与经典同源与圣贤，你就必须要怎，因为我们会在借这个古文古那个他们的经验经历，比如说范仲淹先生来讲哈，然后会让学生他可以去思考去深思。你如果说觉得哎他的经验他的体型是他是可以取经可以学，因为人这千人性人。几千年跟几万年后，其实完全都是一样的。哦，七情六欲、爱物欲、悲欢离合。所以老师你咧讲这真好啊，应该老师去教伦理，去教公民素养。点到我感觉这嘛真好，我唔知学生囡仔、学生你听起来安怎？那老师去教伦理啊，教公民应该嘛是可以哦。系啊，本来就会使啊。即卖阮咧上课的时阵，阮嘛是拢感觉讲，阮上课的时阵嘛，因为李老师嘛。代表就一种价值嘛吼，像头先老师讲的讲，要多元嘛，哎嘛是一种价值，应该是我感觉李老师去教公民嘛是袂歹啊。我是感觉讲这公民这种代这咧教的物件吼，除了伦理以外，佮有啥物统计啊，佮有金融啊，佮有政治啊，其实我感觉这是无共的物件，但是你会用伫各科的专业内底去学着无共的迄你的价值伫搭，这件代志就是我是同意的。老师嘛同意呢，对，我同意。其实吼，我的个人的意见，我要请项目理事你来听看卖吼，郭天林吼，伊其实有一本册叫《日志录》。日之路嘛，吼，日之路内面，我相信真侪人，我高中的老师教我来读内面吼，内面哦写着物理啦、时刻啦、时钟啦，安怎吼？其实选这个文吼，比选这个连体吼，可能较有意思呢。做我若是高中生来看，迄阵时吼，我连体有背啦，但是吼，我拄啊哦，去给我查着讲郭天林吼，哦，杀人嫌犯啦。哦，甲因兜的这使用人哦，甲电视啊、电梯水内面啊淹死啊！啊，我就想讲，我读这样日志录吼，可能较舒适。我唔知影这个老师你也做过课工的这个委员嘛吼？你感觉咧？
我感觉吼，要咱的伦理吼，要予囡仔会较学会晓吼，上重要是爱讨论。有一个真正发生的一个代志，好，大家来讨论。好，我讲一个，一个例子，大家好，大家了解。啊，有一个有名人，佮伊讲，我即买我太太破病啊，我即马买一个药啊，即药啊200万，啊，我安怎去想办法？我敢一百万，我无办法，我得按时去迄个药房去偷摕即个药啊，来医治阮的太太。安尼到底伊是对还唔对？我一定想就这个例子啊，来讨论。好，啊，每个学生唔是讲我讲对还唔对，是讲为什么？我为什么认为安尼对？我为什么认为安唔对？爱安尼讨论，好，爱安尼来讨论。安尼伊慢慢伊的真多想法，唔是干表面来讲吼，即个是对还唔对？是讲为什么？好，啊，伊去了解一个人后边咧考虑一个代志，做一个决定，伊考虑什么？每个人考虑的无同款。好，啊，慢慢去问，啊，老师咧确实是讲问问题。好，我你有想过无？伊有啥物办法？有其他的办法无？还是安怎？你啊法律安尼去甲伊处罚安尼对还唔对？好，大家来讨论。好，啊安尼，不过讲实在，学校即马要安做足困难的，因为时间爱真多。时间爱真多吼，即我教学现场吼，老师你讲啊，伊目前即马一空白课工吼，若要安尼教落去？先莫讲，干那讲国文啦，其他的科系我听真侪学生啊讲学袂完啦，足侪啦。即卖到底即教学现场是啥物情形？我先请李老师、谢清老师来讲。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让学生不管是必修、选修，因为选修太多太多元，为了多元，然后呢，变成说样样表面上是样样通，其实是样样吸收。所以，因为学校的教育应该好让学生的生命时间花在刀口上面哦，那我用现在被在删除掉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来，那个范仲淹先生来说，他呢不只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教育家哦。那他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流人物，他有说过哦，他兴办教育，好、哦、教育的话是第一个是那个道德至尊，就兴办学校教育的宗旨，第一个是道德至尊，第二个是呢为国育才。第三个是移风易俗，第四个是百姓健康。所以你看，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想法已经是这么样的周密。那今天呢，我们学校的教育不是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给他们最精准的核心教育，让他们将来离开了中学之后，到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到各行各业，他都能够呢去。所以李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其实，卖遐多元，卖遐遮侪行。啊，捡几行啊来做就使。对，要紧的物件，对，紧要的科目，让他们像要紧不要紧，这个讲真久咯。对，但是就说以前的所谓的基础学科，国文、英文、数学，好，或者说到高中物理、化学、历史这些，然后公民这些，为什么是以前是基础的？那但像家政、美术、音乐这个都是有它的必要，体育这些，可是现在整个课纲的问题就是。太多了，太灰灰，对，太灰，然后各科要去联合，就要弄到学生也是非常的辛苦，然后老师的话是人仰马翻，就用意也许不是不好，因为他说要让学生有素养，可是素养的话，你等于是把他的精神，所以老师你基本上并无反对讲这个方向，但是这里面的细节爱来修改，爱来改变，爱来改良，对。里面要改良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也许他的用心，当初的用心不是不好，但是呢，整个的做法，整个的其实已经是可以说是祸害会呈现出来了。来，吴老师，我补充一下，就是讲新课纲跟旧课纲上大的差别，就是讲伊基本上每一个学科的时数，叫砍四分之一，大家拢搞这个，啊，为什么要砍这四分之一？就是要
变成是所谓多元选修的课程，因为匀出的时间去做多元选修。啊，多元选修做啥呢？每一个老师发展自己的专长，就是讲你有你的专长是啥物，你就去做这个。啊，你重点是爱做报告，爱写报告。所以即摆阮的学生吼，一学期吼，迄款专题报告可能要写两三分、三四分。讲歹听啦，你读大学的时阵阁毋捌写，咱是读到研究所的时阵才开始写论文。你卖你搞嘛？我家己是安尼，我家己是安尼。所以即摆高中生，你叫伊大学拢爱写一款专题报告、写论文哦，还是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即款物件就是讲，你甲高中生当作大学生教，但是伊的基础的一寡知识无够的时候，你安尼教其实会出问题。所以这点我是有同意拄仔老师讲的这个点，但这个仅止于此吼。啊，另外我要甲 cue 倒来，就是讲最近啊，因为这代志出来以后，网络上嘛发嘛就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古典国文道德教育大会考，就是考道德啦吼，啊国文里来的啊，有十一万人去考，十一万人去考哦。我甲大家讲个分数，全国的均标是25分，伊满分100分啦，全国均标25分，顶标上高迄顶35分。啊，这是什么？这老不容易讲，你这十一万人拢是考格的，拢是无道德的，无你来考这低，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伊这是一个讽刺，就是讲。道德袂使用考的，听我意思吗？你一十一万人考35分，顶标、均标25分，啊，恁是拢无道德的囡仔吗？唔是即个意思吗？所以我即摆比较重点是讲，因即届吼，甲即个国文吼，交道德扣在一起吼，会出问题。国文是最好的，无问题，我嘛是支持。所以古文啊，学这拢这是无问题的代志。但是你袂使甲无限上纲，变作是讲爱读即寡古文，你才有道德。啊，你若无读了好，你考袂出来，你就是无道德。我感觉这项代志是有点。找唔到证啊，所以即马才引起这啊，主要是因为欧老师其实本来因为伊讲的是无耻课纲，伊意思是因为伊讲顾廉武嘛，啊，但是甲顾廉武一篇耻廉耻挂变成无耻课纲以后，大家就进入道德的讨论。我感觉这得私交啊，即马就是讲国文这两代是无问题，但是你甲变作是，就是因为你嘛公民课嘛是同款，老一辈较早公民课都是公民与道德，你我拢上公民与道德，即马无咧上这個，因为我咧讲道德袂使用上，唔是讲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背，无你就足敖，你就比人较巧啦。你是什么正正当当的行为？你敖背这個，我看各种嘛是足敖背啊，迄背是无意义的。我是讲重点是，所以即马的公民唔是咧教这个物件，咱即马公民是教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好，咱即款生活中拄到的知识，我甲你教你听，啊，了解以后，你家己都有一条线、一条路，一个知影遵循的道理。所以咱一句话嘛，法律是最低道德的、最低标准的道德嘛。所以我甲你，互你知影讲，安尼是对，安尼是毋对是法律，但是道德我毋是神，我无迄个材料甲你讲，你爱听我的，你袂，你无听我，你就是毋对，我无迄个材料。好，这我稍等，让李老师来回应。那请请学生哦，你现在在大一嘛？哈，我现在大一。大一了哈。你已经经过这108课纲，你是第二届哈。嗯。你观察你的同窗啊，还是安怎？敢唔较无道德？无啊，啊，这件代志其实唔是安尼讲的啦，因为你若读国文，我是刚刚安尼问你啦。好啊，就是因为你若无读国文吼，你就无道德这件代志，我是感觉唔是一件，无安尼讲啦，因为即卖课讲吼，你教文的道德有教文啥？教文啥物叫做人权？啥物叫做性别教育？伊咧教伊咧教物件时阵，其实嘛是道德的一种。但是讲吼，阮是用较平铺直述的方式来甲学生讲，这就是较现代化的物件，这是我感觉是近卖的生活常识。诶，这是甲遮个物件用较简单的方式甲学生讲，嘛有较侪时间。近卖高中有一个课叫做迄、我叫做迄叫做专题讨论啦。阮高中就爱去做迄专题讨论啦，就是你伊有互你一寡时间，互你去思考。互你去做遮个报告，互你去思考讲吼，啥物叫做正确的，啥物叫做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在哪里啦？老同学，我问你吼，如果若是有一个老师吼，像李老师安尼甲你教，讲吼，即个范仲淹吼，伊去即个官机啊吼，伊早宋朝的时候，伊个官方所办的即个记录院啦吼，但是迄阵时的记录院也有断墙啊，种夜断啦。伊爱着一个14岁查某囡仔，吼，啊真爱到安尼，食袂落饭安尼，啊所以伊个朋友看吼真可怜，知吼，讲无你着甲买转来，啊所以伊着等到伊16岁、17岁了，伊甲买转来，吼，变做夜行部，变做伊家己个某，第二个某啊，第三个某，啊这若囥伫
性平教育，你感觉安怎？哦，其实我感觉这足好个，这是一个足好个代例子啦。因为迄个时阵，我愿意去探讨迄个时阵的时代背景有无？迄时阵为虾米人会用买这件代志？会就会去讨论到迄父权的崛起有无？父还是妇女的父，女权崛起这件代志。佮我讲，即卖性平教育，其实我愿意去探讨的是讲吼，要安怎去甲人尊重？尊重你嘛，尊重我。迄个时阵，迄个时代背景底下。查甫人会用当作一个商品来出售，但是为什么即卖阮袂使？会去思考着遮。所以国文老师真有路用啊，应该来上这种课啊。哦，你感觉安尼老师安尼教应该真趣味吧？其实我老师，我可以老师会安尼跟我教。哦，我相信李老师嘛应该会使啦吼。来，李市长。我刚刚吼，即卖讲要教这伦理道德吼，上重要是态度加行动。态度加行动，好，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大概知，好，定定吼，阮看哦，学校门口吼，早起学生要去学校，上学，好对无？学校长拢徛喺门口咧，拢甲学生讲，同学好啊，某某某某某某，校长很多孩子都叫得出名字，好，甚至好，可是反过来，孩子走过去，完全不理他。哦，像这样子，这个会让就是其实他就给这个大人哈，老师哈是家长的感受，就觉得说啊，现在孩子怎么这么样不尊重别人哈，没有就是感受不好嘛。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伦理道德，其实我们其实更不是在知识面，它其实在的是态度跟行动，对，行为对，行为好。啊，今妈妈常常讲。学校内面哦，叫囡仔人甲学生甲老师讲话，用甲哦，你安怎？你安怎？拢袂讲袂讲某老师安怎袂？哦，拢你安怎？你安怎？哦，讲话就是安尼，哦，甲并袂甲伊家己的兄弟姊妹讲话，甲差不多，好啊，就这样咧。即嘛就是普遍嘛，真普遍拢是安尼，好啊，就互大互咱的即个家长啊、老师有就安感慨讲啊，即嘛囡仔来安尼，其实咧，不过即嘛唔是拢这啊，这是唔是因为国文上较少的原因？我感觉吼，国文是一挂文章，伊是甲咱即嘛讲这古典音乐，就是讲贝多芬、好莫扎特这些东西啊。那你经过几百年，它还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文言文很像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文本，可是它其实是希望可以把它留下来，可是很多老师也是国文老师的感慨，就是啊，现在因为那个时数少了，所以他觉得很重要的这些啊，这些那个好的这些文章没办法留下来，没办法放到教科书里面。他其实就是这种感慨。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课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科目的老师都觉得他的科目很最重要。所以这真正吼，必须要大家各个组织起来，各来讨论讲，无啦好啦，无了，譬如讲这一空白课纲。课纲甲即旧的课纲哦，关掉，讲减一半，本来三十篇嘛，啊变作十五篇，这是建议的文章啦，吼。但是事实上哦，我看到的吼，文言文还是古早文吼，咱来看这张图表。古早文吼，这台湾古课纲文言文的占比吼，45%至65%。一空白课纲建议文言文的占比哦，35%至45%。事实上，并无减少到一半。哦，内面还佫有散文、小说、古诗词、曲赋，还佮先秦诸子笔家，即总共加起来，吼，还佫当然啦，还佫有加即后面的建议的文学教材，才有通安尼啦。无事实上是文言文是真正减少，30篇变做15篇啦。哦，即咱来看即事实，但另外一个趣味的吼。我唔知啊，李老师安怎看？咱来看中国迄边，中国大陆吼，伊的比例无比咱较济呢，吼比无比咱较济呢。啊，但是因咧翻译的吼，外文翻译的作品哦，比咱较济。啊，这个现象，老师你安怎来解读？好，那我要说，就我们84的旧课纲哦，那个古文的比例是65%，所以大概呢，高中3年会学到76篇的古文。还有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必修，哦，也都是会读到。那这98课纲的话是
国人的比例只剩下45%，哦，然后结束的话，但从本来6节课减为4节课，那个时候的话，但我们就已经开始忧心呼吁。那至少他那时候古文的话还保留了40篇，那但那时候把文化基本教育就列为这个选修，好，哦，所以经过到了108课纲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例说是35到45，但是呢，核心的文章从30篇减到15篇。我们现在以这个来讲的话，你说台湾通史去掉了。就是用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但是呢，他同时选了3篇的跟台湾有关的古文。可是事实上的话，一篇台湾通史序足以抵得过这3篇，就是它的重要性。那刚刚主持人你有提到说大陆的比例，我们就不能只用比例来看而已，因为呢，大陆就我所知道历年的研究，他们呢这个。大陆的小学生是要求要背80首诗词，然后呢，初中要背50首，高中要背50首，所以大陆的高中生。老师，你讲到这哦，我相信台湾现在囡仔已经走到流国家。对，所以好，就是他们高中毕业的话，至少背了180首诗词。老师，你认为安尼刚好？对，还有各20篇的古文。不了，老师，我安尼问你啦，好，拍摄，因为这部进行，我必须来，有当时来，我直接问讲，你有赞成讲，让囡仔？咱的囡仔甲因同款来背诗、背诗、背词、背课文，啊，背甲遐济。其实我是很羡慕，为什么？因为小孩，我就说你赞成安尼啦。但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是至少我们差距一大，而且他们是那个，《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4大文学名著都是要必读，然后列为考试的题目。所以呢，大陆的语文。文化的水准比我们超越很多。那其实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强。小孩子在1岁的时候，他可以识字，他就可以开始背诵。对他们来说，背诵这些，不管是哦《论语》或者什么，就对他们来说呢，其实是轻而易举，脑力的开发。你看，像现在日本的话，他们幼儿就要幼稚园背《论语》，为什么？因为呢，对他们来说，哦，这是轻而易举。只是说，但孩子们到了后来课业越多的时候，所以前面的基础根基其实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老师你所讲的必科之妙啦，哦，就是国文哦应该是通贯，哦啊，但是他都能安尼背起来，我相信因即摆学习的时间应该是无够，我请学生先讲一下吼。他们是从分散的。其实我是感觉读较侪国文啦，讲实在，我是感觉讲你平常时嘛袂用国文咧讲话。所以讲，你读较侪高文，我是感觉讲，你倒不如用较侪时间去做你的生涯探索。你爱知你家己的兴趣里达，这是即卖较重要的，这嘛是即卖靠讲，希望阮去做代志啦。啊，那讲吼，阮即卖对自细汉拢安尼靠安尼背起来，你真正知影迄是啥物意思吗？还是你敢那会晓考试尔？这应该唔是我想要看到物件，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我是赞成高文爱去。爱去减少的啦。我是感觉讲安尼，即摆放假安尼，我是感觉差不多啦。因为阮会有较侪时间会去思考讲吼，其实像你拄则问我，主持人拄则问我遐问题，阮会用读了以后，阮会用较侪时间会去思考，会去想讲，其实这个古文背后的意思是啥？而且即摆的文言文嘛是有足侪物件会用，互阮来讨论遮。我是感觉有风土民情的物件，像我就是讲，大家拢知影朱自清的背影嘛，拢知影朱自清爸爸去买迄干嘛有无？啊，这就是一个足好的父爱的体现。为什么大家拢知道？哎，有时间，阮会去讨去学着遐后壁的背后的故事嘛。恁迄阵咧学这个朱自清？这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有跟你讲过，其实因老爸常甲用钱用到足麻烦的，啊，甲因老爸强要冤家，啊，后来完全甲放下去。这个课本无讲，但是我迄时阵老师有咧讲一件代志，但是因为伊是配合这个课文有无？伊就甲你讲，就算因爸爸已经甲用钱用到安尼啊，伊嘛是。因老师更加讲得来的对吧？但是伊嘛是。所以更加干净啦，安尼嘛是一种讲法啦。系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吼，有时遮个物件，阮靠去读，靠去背，其实你去读遐侪物件，你真正是用来考试，还是你真正有了解，这是较重要的。我谈到有解脱吼，老师的这个焦虑啊。就是讲哦，这课文，但是每科拢减少呢吼，
唔那是国文啊，老师恁的课嘛是会减少嘛吼、嗯，啊恁的敢会焦虑讲安尼，哇你袂使，我烦恼我这公民以道德，我公民以社会，啊减少去学校囡仔拢出去拢会走精去。我是袂烦恼因走精的，但是我对因学着知识无够侪吼，我有淡薄仔烦恼。咱讲实，咱家是做老师的人，咱学咱的学问才侪着。我希望因会使了解较足透彻的，安尼才有法度去进行所谓的思考。你若代志无了解侪吼，你就无法度开始思考，这是一个点。所以在这点来讲，你若讲咱的课程是不是缩减，这点我无讲就赞成，老实讲。好，就是讲，我认为讲，伊开始时间拢去写报告，我嘛是感觉有较含，因为一点矫枉过正。但是今日 Q 顿下就是讲，但是你来讲文言文这样代志吼，其实你敢知影即摆迄出版社，逐年拢有一款百大迄畅销书对无？卖上好拢是国文的册，啊，但是是啥物国文的？唔是一款古文观止一款国文，迄是足侪国文老师吼，甲迄款你咱拄仔讲即款经典的名，即款篇章对无？甲伊后壁的故事吼，详细甲学生讲。就是讲，咱咧读这篇文章是毋是甲他背落来？啊，毋是啥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背落来结束，毋是。伊甲你讲范仲淹前因后果，啊，佮伊过程，啊，去领略迄个文学之美。这款册袂了超好的，这个这表示什么意思？我们这老师专科啦。对，所以我就嘛是甲你讲，其实这个社会足侪人是愿意来听这款故事，伊想要了解这个文化。咱讲的唔关系，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家想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伊嘛就讲咱买学美国文化，咱买学英国文化，咱买学日本文化，这是有价值的物件，所以你来用这个方式来教册，我认为讲这块国文老师绝对会使甲这个较早来讲是死背活背这块物件吼，感觉足有意义的，啊足趣味的，不现在写袂才好。无得靠李老师后来变成盲抢。对啊，来讲一寡这个国文的故事。但是，即马对即寡老师，比如讲咱欧老师还是咱老师来讲，就是讲，因认为讲，因过去所相信的迄个道统，即马偏怕派去啊。所以，因反而讲，安尼未来的什么生活伦理教育，因为因过去，因认为讲，因是有点文以载道，就是讲，因认为讲，咱因家己开始要甲一个。就是我林峰，他把他自己的责任跟压力扛在身躯顶上多啊，所以这么在社会咧变的时候，你背一挂和吴老师啊，又教国民教育。社会咧变，生活咧变的时候，你也是跟头壳仔咧，甲所有的重担扛在你的身躯顶的时候，你的迄个焦虑感，你得不断的浮现。啊，再像欧老师安尼，伊讲去讲，我相信是真心的，认为讲这个社会已经变到，不是伊想象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我嘛是要提醒，就是讲。咁较早，欧老师，你那个社会较好吗？咱迄个社会，你的年代，老师你也是讲上课的时阵吼，像我讲了政府都对无好吼，啊，即马政府做了无好吼，你可能下课吼，较早学校阁有人二事吼，咱人一是人事事，人二就是特务，伊就会甲你问看讲，老师，你刚刚上课讲即款物件，所以我认为讲，啊，你的生活，我相信嘛，毋是咱即寡老师希望发生的代志，所以时代咧变，哦，一寡咱过去的迄款。认为讲应该迄责任感吼，啊，小可甲放下。啊，我讲安尼，啊，甲你的国文吼，先加甲我讲，迄册卖甲遮好着，拜托个，无你嘛写一本啊。好，咱嘿，这就是一个，所以其实我嘛有看过迄款册，因为对我来讲，文学若是安尼来谈吼，我感觉足趣味，足有意思。哎，这吼，小丹来请李老师总共来回应啦。但因为我要先请咱这个项目秘书吼来甲咱讲吼，恁当初是咧设计这 Q 工的时阵吼，敢有想讲要来 rolling basis， 就是讲。滚动啊，滚动性来调整吼，可能一空白课纲嘛，可能要调整。譬如讲，头头黄老师也讲啊，我囡仔拢一直写报告啊，啊，大家学这个学习的时间哦，拢大家拢压缩啊，拢缩少去，这敢有可能过来调整吗？迄阵吼，阮第一空三年统计这个十二年国教的总纲吼，总纲好，迄阵吼。上大的考虑就是讲，即马个囡仔甲以前无同款，好，即马囡仔大概生了较少，啊，以前真少人，阮迄个时代差不多三成会使读到高中，啊，即马差不多每一个人拢会使读，吼，甲以前完全无同款，囡仔的程度啊，伊嘛即马囡仔嘛较有个性，吼，你袂使变强诶，对无？所以即马咧教学生吼，你爱更加爱。爱思考来改变，讲安怎让他有兴趣。好，然后头拄啊，老师讲的这个讲故事给他听，吼，啊有兴趣，伊就会听；啊无兴趣，伊就在遐。啊，你坐教室嘛，无在听。
好，真多安尼啊，伊嘛无办法甲伊勉强，伊无贴，我无介意，就是无介意。好，他以前咧讨论就是讲吼，即嘛吼，即嘛时代无共款，即嘛啥物物件你去 Google 好，网络一下就找到了，一下就找到了。好，现在要找到资讯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所以老师转换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本来当老师是。我教给你什么，你就会什么。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老师要转换角色，我是一个向导，我是一个导游。好，我告诉你，我指引你说你怎么去哪，你要去哪里玩，怎么玩比较好玩。好，那个角色要改变，要调整。好，然后这个时候让你就引导他，然后这个时候他所学到的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课纲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素养导向。素养导向就是。我的能力是我可以带着走的能力，我可以去应付这个新的改变，好，这样的一个能力，好，我是可以带着走的能力。第二个叫做情境脉络，情境脉络就是我学到的东西，我在生活中可以实际上可以应用，那我就要去一个就是要，可是这样要这样教哈，其实不容易。哦，就我相信已经开真侪时间了、啊。你就最爱讨论嘛，爱规个同学大家来讨论啊，得爱开时间。啊，写报告哦，比以前更加忝哦。但是因为头前还佫一个大课伫个嘛，伊个升学嘛，对哦，伊这个升学是一定会来改变讲这个。真有理想啦，这个课纲是真有理想，不过但是一寡配套吼，一寡学校的改变吼，啊，包括这个这个新大学这个问题吼，啊，家长的老师的观念甲。因为教册这个习惯吼，一关拢慢慢爱改变，这需要时间呐。啊，所以课纲本身，你认为有必要过来调整无？会再讨论，会再讨论哦。李老师，我想因为讨论调整的话，那个是知识体大，但是是绝对有它的必要哦。那刚刚呢，这个我觉得他们讲都各有各的这个道理。那其实我们说国文教育的学习，它的基础我还是在强调，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要用到文字源，这个不管是任何人，各行各业都需要用到。而其实我们呢，从来没有说，因为你要多读古文，那我们就否定了现代。这个不博今人，爱古人啊。那可是呢，国文程度、语文程度啊，包括你将来延伸到的啊，这个能力程度要好的话，是逐基古典。那古典当然就是指这个古文啊，经典。然后呢，深耕阅读啊，那阅读的话，这好的白话文章不是只有读文章。你还要读一本一本的好书，这个在课本的教材你是很难去呈现，也不绝对不够。然后呢，发表写作，我们要讲话，我们要发表，我们要写作，这个也都是要必须要运用到。最后呢，学的到底不是说你今天呢国文考试成绩不好，你就是没有道德，从来老师们不会这样子贴标签。但是呢，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学习。好，那我们要融入性命，学以致用，所有的学习。在学校的各科各目都是为了呢，现在给你打基础，将来你能够运用。所以，我们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话，其实呢，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推荐要读的书目，包括的这个好的经典，古代的、现代的，这个、非常的多啊。那但随着这个不断的出版新的书、新的好书出来，而且不限于说是只是这个文学方面的、哲学、政治、经济、医学各方面的，其实它只要是好书，都是值得去阅读。那当然，就是这它可以补学校课业的不足，也可以呢让学生有更多的这个吸引他们的能力。是啊，老师你讲啊真好哈。啊，我的问题就是讲，咱推荐了这侪册哈，即摆时间有点不足啊哈。啊，但是我了解讲，即摆考高中哈，大家上重视哈英文作文，甲国文的作文。大家补习啊，即摆国文老师足请的呢，教你写作文哦，哇，学生囡仔拢爱去补习啊。你认为这是好的现象，还是歹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必须要那么多的人去补习，而为什么以前的话不需要？就是说，因为学校教育该给他们的基本，我也了解老师，拍摄我也了解，应该是讲因为科举的制度改变了，国文的作文变作真重要。会当因为普通你啊考选择题啊，还是讲是选这个其他的这个是非题啦，拢无法度考出来，真正有当考出来的这个作文啊，比以前阮迄个时代吼差足侪，所以作文会当定性数啦，啊变作真重要。这老师你有怀疑啊？不怀疑？没有，本来作文它就是很重要，因为作文就是一个你
你所有的学习、你的思想、你文章的章法，哦，你这个逻辑，你这种种的那一个呈现。那不然的话，为什么说古人写一篇文章，哦，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用那个廉耻来说好了，哦，这篇文章四平八稳，脉络清楚，成地结构，哦，这个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难灭亡，哦，那一路说下来到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的脉络，他的简洁利落，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作文，但他是文言文，可是他们当时的文言对他们来说，当时其实也是一种白话，哦，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巧妙，你古文能够精通，因为那个万变不离其中，你的白话的文章你就自然而然能够写，所以呢，考试考作文，哦，其实 是很重要的。是应该嘛，吼，啊，但是我他的意思其实是讲，即马真重视国文呢，其实这考试是对着这個国文的作文是，你来输去，你就是输到对第一志愿的，落去到第四志愿、第五志愿哦。这是真侪，即马高中要考高中的家长啊。足在乎讲，哦，拜托，比例唔通较重啦。有人佫安尼讲呢，我就来请教吴老师啊。即马你若是讲，你要主张讲你的公民佮道德，应该爱也去，恁两个应该联名讲，咱就爱来。我从来袂甲这个责任担伫咱的身躯顶。咱教书唔通把所有的一切扛伫你的身躯顶，无你真正会高血压。国文确实足重要。国中考高中的时阵，国文是独立考科，就是老主持人讲的。啊，你若高中考大学嘛是同款，较早是国作文交国文是合作的课，嘛，即嘛是分两科考，就是讲单独考国文的阅读测验了以后，一个另外一堂课是写作文。所以其实国文在即嘛新课纲的地位吼，其实我认为是不但无同，佮比较早更加重要。那必考之妙啊，必考之王啊。但是重点不是伊即嘛的作文，不是可能不是咱较早老师喜欢做，不是他妈写讲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中正万岁！唔喜欢作文啊，唔喜欢八股文。即摆国文来做，我有看考题，伊拢是看生活化思辨的，甚至会使讲是一挂论辩，吼，像你讲咱讲的一挂社论一款概念，对，这针对一个现象、一个代志，伊提出伊的看法。所以即摆作文是较活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啊，用生活化，所以可能就算唔知学生，就学生囡仔伊无法度，伊再去补习班该。包头该做好，所以我即摆讲的重点就是讲，其实咱国文课。国文老师会使发挥的影响力吼，非常的大。因为我嘛看到足侪国文老师的，你大家唔通一个刻板观念就是讲啊，国文老师就是叫我们背，唔好呢。即卖国文老师早都无唔是安尼啊，背是足基本的，古文是因的底蕴，但是因发到应用，结合新的，咱即卖新的一挂观念啊，看足侪文章的各种杂志文章啊去讨论。所以我意思讲，其实即卖国文课唔是你想的安尼。所以大家要惊讲，你说咱老一辈吼，咱老一辈，伊那年代吼，就是像老师讲的，可能古文是六七十篇，我唔知我背偌济，反正就是那年代是安尼。所以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即马一感觉像以咱拄仔看的教科书的版本，课纲是讲加文化基本教材相关的塞到55%嘛。啊，你看翰林啊，什么这其他这翰林、龙腾，拢差不多52%、54%。所以我意思讲，古文佫占一半啦。唔是大家想讲啊，古文太刁刁。其实讲实在，中国，咱讲中国对面就好，对面哦，伊嘛是伫2017年开始哦，才择定所谓部编本，是咱较早国编本。伫高中古文的比例嘛，敢若50%尔啦。嗯，伊嘛无咱较早较厉害啦。所以你听我说，来，虽然咱只嘛是50%，伊个嘛是50%，其实对比起来，咱交对用话迄国文课本的古文比例是差不多啦。所以足侪老师伊。所以可能咱看了又讲，唔对啊！既然中国这所谓这重视这些话，应该伊那是70%，不是80%，伊嘛加了50%安尼啊！啊，50%跟咱不是同款。所以咱唔通讲安尼妄自菲薄，把自己当作讲啊，一切都交出去了，一切都没了啊，社会都破灭了，唔是？你即摆叫恁哥阿当，你教海人先无啊？李老师就是感觉责任足重的吼，所以才呼吁啦。但是我时间有学生啊，我认为哦，所有的物件还是回到学生的身上。因为学习会当吸收，会当消化，会当做出来，嗯，哦，即我感觉较重要啦，吼。对恁来讲，你认为讲目前这课纲哦，是毋是伤叮当？啊，逐项都学较伤花去，应该爱缩结一下，爱讨论，爱以恁的意见。我相信恁 at use 甲这个教育部的官员也有咧讨论嘛，吼。恁到底具体咧讨论啥物？你讲咱观众朋友听。其实我们在讨论的物件吼，就是讲，我先回应两个老师来讲，就是啊，我想要讲的是吼，
其实拄则有讲过，高中要升高中的时阵，高文的比作文的比例，其实无阮高中要升大学的时阵较重，因为即摆高中升大学的时阵，阮国文有一半的分数是你要写国作文的时阵出来的，所以讲这个比例是搁较重的。那这件代志吼，其实你看到即摆遮侪学生来去补习，对，你去补习，你看遮的物件，其实这是升学主义造成的。为什么是爱安尼讲？就是讲吼。因为即摆大家拢想讲吼，我想要我的学生啊，我想要我的学生，我想要我的囡仔以后会用考到台大安尼啊。其实这件代志我就感觉讲足奇怪，敢那只有台大的学生就是上好的吗？这件代志足奇怪啊！你若无安尼去看的话，其实我感觉每一个学生伊拢有家己的特殊之处，伊家己有伊的专长，这就是看等来。阮即摆一零八课讲，我是感觉讲，阮甲教育部官员因咧讨论的时阵，伊是希望。每一个学生拢会找到家己适合的所在，去发挥他的所长。这样代志我感觉是较正常的。啊，过来，你甲我讲，你问我讲，我即摆课纲改搁较太沉重。其实我感觉讲吼，课纲是一回事，考试是一回事。即摆课纲我感觉讲，其实安尼伊的用意是希望帮助学生减轻伊的负担嘛。但是即摆考试。是甲以前嘅物件考甲个，其实无减。那是安尼，阮教嘅物件较少，但是阮考嘅物件同款。安尼学生就会足焦虑嘅啊，学生就会足有足大压力，讲啊安尼唔使，我安尼会考袂到我嘅台大，安尼阮妈妈会失望，安尼阮老师安尼会对我安尼失望，啊伊就会去补习。所以你嘅重点就是讲，考试嘅物件还是考嘅安尼，遮济着，啊，甲恁学习嘅物件。才无匹配啊，所以我恁就爱安尼一直教，一直教，教个要为着考试。对，就是安尼啊。啊，但是，因为即摆为着遮个考试，你个要做你考纲即摆要做个学习历程，我个要个探索我家己，我个去教以前个物件，安尼我学生当然。你就要讲较慢嘞，因为咱个观众朋友无一定了解讲哦，恁高中生个痛苦啊。你讲啥物？第一是学习历程。好，学习历程，这就是跟那写报告同款啦。系啊，吼，学习历程，啊，佮有甚物物件？学习历程嘛，佮有阮要做的迄多元学习啊。多元学习，迄是甚物物件？就是你爱家己去选你想要写甚物物件，你要去学甚物物件，这拢会互你写，但是就是互你自由发挥，家己发挥。嘿，啊，家己找老师，我要找老师来写这个固定人伊的连体，哦，安怎，安尼。啊，所以每一个囡仔都爱有这个意见哦、喔。因为这甲你以后要申请有关系，嘿，这有拢有关系。啊，有的学生是，恁敢有同学安尼，即讲我规去卖下，有啊，足侪啊，足侪啊。所以伊拢去考迄分科测验有无？就是以前的指考，即摆叫做分科测验。规期啊，佮登记啊，以前迄种科联科方式。嘿。啊，这比例有偌济？是一班超，那是十个超。差不多一半，一百个卡在一挂，六七成，一半，个卡在一挂。啊，安尼，咁达到咱一空八课讲的这个要爱的这个物件，讲，让大家囡仔拢其实是无达到。我讲一句话就好，西方有一句俗谚，我拜托当初是，咱即摆讨论这课纲拢是死话。你拄仔讲的上早是1031的总纲，迄个才是夭寿。总纲一咱一句话就好，总纲伊的点是啥物？就是讲希望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所以无些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啊，缩减课程啊，多元发展。结果不过即马就感觉，即马咱哩高中现场是怎样拢学生就艰苦。所以我要用一句西方俗谚来跟大家讲：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铺成的。陈班爱记的一句話，即我好笑，可以讲一下，一讲在中公吼到底是。扣公就是扣公，好，啊，即个考试即个代志是迄。大学招联会跟大考中心负责的，不是我们跟你们没关系。对，所以阮迄阵在讨论上重要来讲吼，即卖高中生无应该甲以前同款讲，大家学物件拢差不多。哦，你到二年分社会组、自然组，甲三年分第一类组、第二类、第三类组、第四类组，以前是安尼呢。啊，你上大学遮侪科系爱读，你到底你开你？高中你要开始想讲，我以后要读什么？啊，我起码要学什么？所以你无应该数学就知影。我以后要读这中文系啊，我要读这
我为什么要学遐侪数学？无必要啊！我较早去学我有兴趣的物件，这是好代志啊！吼，安尼靠讲安尼思考是对的，因为即卖环境，囡仔伊嘛爱讲我学较侪我有兴趣的物件，所以这问题是第一关学校吼，你要去开这个选修吼选修课，好，还有学校的社团，其实这两个部分都对孩子的多元发展很重要。可是这个部分以现在来讲，没有被落实啦。好，没有，我觉得还没有，还有一个努力的空间。所以头前一直一个考试，一直大爱头壳。对啦。所以大家一直无法度放啦，吼。即我先和吴老师所讲的，讲通往这个地下的路，拢是先易破行的。但是到位置，即卖一空白库工。那么应该是穿个身躯啊，啊穿个身躯的衫要安怎来改呢？你要安怎改变是对考试来改变，开始考啊较松的，啊卖考较接还是安怎？考试是一个足麻烦的代志，就是讲你若唔考，啊上要去读迄个学校，伊无一个选择的标准。啊你若考上简单，嘛是天下大乱。你卖当作是考简单就好，因为你考简单吼，全部拢满分，啊你要来分配，迄嘛是足麻烦的代志。所以这就是一个环环相扣。啊，而且我以我即摆一科来讲，我公民科啊，伊即摆考试吼，伊是考素养题，就是讲爱生活化。迄真正有够歹势啊！那老师笑拢有烦恼啊，何况是咱即挂学生啊！而且课程阁缩减四分之一，就是讲伊学的物件比较早因的学长姐较少，但是伊即摆题目比较早学长姐较活化、较生活，所以学生其实就只学生阿公，他有没有念哦？其实考出来分数差不多啦。有他无他课程分数拢是赶快，啊！就在我们那个教育平量来讲，那就是没有鉴别度的考题啦。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你希望减轻学生的负担，你希望说考试变得简单，但是你的结果就变成是另外一场灾难又压进来，所以就是层层堆叠，这是教育现场的人看上一清二楚。啊，这学科的落差呢，吼，这不但是恁公民教育，你国文可能也是安尼哦，老师是不是安尼？对，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哦，就大学的话以前还是蛮重视国文的分数，可是现在很多的科系不采计。那我刚刚是在想说，因为在课纲108课纲，它是已经枯，像紧箍咒一样。那我就说，它必须要全部打破，重新塑造、重练哈。那这个也许呢，危机就是转机，因为它显然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好，从学校端、老师、学生各方面哦，那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就这个老子说的，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许呢，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次全国大家的重视啊，然后呢，因祸为福，这转败成功，这是我最期盼的。你也赞成讲，爱受大家坐落来好啊讨论吼，尤其是教学现场的这所产生的问题，而且考试呢，无法度考出真正程度。啊，考试嘛，甲学校教的物件无同款，大家爱拼，拢爱去买册来读。哦，啊，无你偏去读这补习班哦，这学生囡仔吼，你看恁来个学弟还是学妹吼，因咧学习的时阵，因敢有真感觉讲，哇，在我写这个报告吼，足赞，还是讲恁家己有啥物想法，讲啥物要来取代这个报告，让因较轻松，会当啊，而且佫会当来展现我家己，我有在思考。其实有咧思考这件代志吼，这是用考试。其实伊是考得出来，因为但是古早考试考得出来无？考袂出来，因为即摆有一个物件叫做简答题，就是因社会科有条简答题，迄就足歹写的物件。但是这足歹写的物件，背后是想要看你的思辨能力是啥物。有的时阵是安尼，但是我嘛感觉有的时阵考试安尼，考到安尼有当寡矫枉过正啦。只是有就这时阵的时阵，学生的压力真正是伤大。但是你看到作家的报告有无？作家的报告要去作家的升学物件，为什么会造成学生的压力？就是第一点，伊就唔知影家己要读啥嘛，伊唔知我以后是要读啥物科系，我唔知我大学要去打。第二点，我本来我学校的功课就伤济啊，安尼我无法度去做这物件。但是我是感觉讲，若是安尼环境底下。学生哪有愿意去学习，哪有愿意去探索，有给他一条路去走，伊也有给他一条路去走。安尼的话，其实我是刚刚讲对学生较好啦。来，先开始。我就是说，
你其实是早一点让孩子去思考说我以后到底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可是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学校教育里面没有，我觉得是没有重视这个。好，你这样像之前我所看到在芬兰，他国中二年级，相当于国中二年级就有大概两个礼拜让他到职场实习。他可以选，我以后想要读法律，我就到律师事务所去实习两个礼拜，我去那边当律师的助理，我很高兴啊。够忠心，对吧？够忠心，对哦。啊，到三年到一礼拜哦，啊咧，伊得伊家己去找哦，家己去找，拢找无，只老师只把家己斗上个，无你家己爱去找。哦，家己去找讲，我要去倒，哦，要去倒位。啊，伊要要做老师，伊得在学校做助教嘛，就类似这样。哦，这样让他有这样的机会，他实际上去职场，对哦，这个很重要。应该，佮对国中佮开始。对哦，即个思考吼，其实国中一点一点开始啊，高中又较晚。即系，他昨晚咱就讲啊，讲后考试的问题。你知影你要学啥物物件，你得。怎样讲？我基本被酸求虾米对不？吴老师，你虾米拢爱学？虾米冲过头啦？善意冲过头吼，迄地要得提早来。咱较早读高中的时候，咱就是甲基础知识一样。